那今天你准备了什么料？今天我们要最主要吃这个锅，然后要这个有药膳跟泡菜两种口味。哇！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别的东西。今天准备的很丰盛呢，有这个牛肉、猪肉、蛋、干贝，还有丸子、豆腐、萝卜、虾子，还有香菇。对，然后还有青菜，青菜在这儿。哎，先把它丢下去好了。肚子有点饿。我们先丢要煮久一点的东西，先来丢个菜。阿优在干嘛？阿优跟。阿优跟天哪，今天在装乐高。我们先把菜丢进去，这个应该要丢这边。泡菜，一些丢这边吧，一半一半吧。然后这个也要煮比较久。哦，比较久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药膳锅搭什么都蛮奇怪。药膳搭鸡啊，就是鸡腿肉搭什么或排骨。你看这个萝卜放在这都超怪，肉类好像是只有鸡肉比较不会怪，其他其实都有点怪怪的。不会啊，要炖排骨，就是排骨跟鸡肉。对，然后大家可能会想说，我们为什么丢这些料？我们就看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这样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剩下的这个也可以先放，这个可以先放，剩下等它滚一下再来放好了。好香哦，肚子饿了。剩下等一下煮比较快，可以最后再放。滚一下哦，你去拿盖子啊，我跟他们一起煮乐高。好啊，把这个盖起来。贴十二。今天天哪跟阿优啊煮的是乐高的 City 的系列，这是今年新的 My City 全新系列。哦，哎乐。阿优煮的是几号啊？我看一下，是60292，是六加的。对，然后它还有290，然后304跟这个291，它其实是城市，然后城市因为没有一定长怎么样嘛，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每个人煮出来的城市不一定是一样。那我可能会煮的不一样哦。对，你的城市应该我想要非常创新吧，因为它其实是有负向这样的连接。那我可以把每一天车，可以把其他的人物加进去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最后再加进去。好，那你还要加好多加，你就怎么加。阿优的房间几乎都是乐高的，各种各式各样的人。也可以放进去，也把哈利波特。我跟你说，他这次的乐高里面的人很不一样，他里面有那个什么老人家，然后还有导盲犬，还有骑士。因为这个现在他就是强调现在这个社会的多元性，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在哪里啊？同时存在这个城市。他有图案吗？有啊。哪边？我看一下啊，这边有很多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里啊，真的有啊！哎，这里有，还有导盲犬在一起，然后还有扫那个清洁人员，对啊，然后披萨的外送员，然后就各式各样，还有厨师的样子，哎，什么都有。他就是强调，因为就是社会的多元性。哇，这组是也有各式啊，这边有就是蛮不一样的，也有摩托车手，这要仔细看才晓得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。不同的角色啦。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，他们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就帮助他们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需要我们，因为这个他就是发挥创意，然后没有一定的那个。天哪，之前他没有一定的结果。可是，所以他的说明书没有固定哪个，就是装在哪边。可以射你吗？这个就是不能射我。这个就是这样子嘛，只是你要怎么连接是你自己连啊。哦，我射。啊，这飞出去了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60290五加的，这个感觉你怎么用的？是溜滑板，还有骑摩托车，还有一个汽车。它真的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 City 的，这个是不是可以？妈，这是不是可以拿？你看它，它可以这样子哦。袋子我没装好。你看，那你不能射在火锅里，不然你会不见。不要射我啦！它是这样。欸、真的可以射欸，都不见。那这个是不是道路的连接啊？对啊，就是你城市跟城市中间你可以自己连接。那你要怎么扩增改变路径都是用这个。哦，这个煮起来应该会蛮大的欸。我们看火锅滚了没啊？应该滚了吧。那可能要开大一点点欸。我把它开大一点。等一下，我用底槽坏了。怎么了？ AT5 还有一个 AT2 这里有。我是很帅、欸，看起来蛮帅的。我看一下，那不是警察，那消防队。我消防队，你别骂了。一起来，
消防队。然后这个他刚就是用这个射你，这个按一下就会喷。但是很容易飞到不见了。按一下就会飞出去。你要把它装回去。然后把它装回去。被骂了吧？不是，你不是这样子啊。不是这样装。好，再这样。不是，这不是。是吧？算了，等下我自己抓。你跟滚的先吃啦，等一下中间的时候再装啦，吃一吃，等一下再来装。天气很冷，你看这天气多适合在家。对，真的，我们真吃火锅装乐高，不想出门。对啊，你看，好啦，好了，我看看，就这样，蛮帅的。对啊，哇，我看。其实这组蛮适合小朋友，就是你可以认识各个不同的角色。对啊，就各同不同职业的啦。阿姐也是装很快哦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阿姐之前装的哈利波特的在这里，她还有一组哈利波特也正在装，这个是另外一组，他们其实蛮爱装乐高。加油加油！我想好你寒假作业了，把乐高装完。在家里面好清空，清空，加油吧，超多的，我们还有一组那个 castle， 你可以准备吃火锅了吧？妈妈，还有一个那个米奇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我装好警察，我看一下，哎，火王，我有点小，有小吗？警察会那个，看一下，骑脚踏车，火应该可以大一点点，还没，我要装大，警察说，祝警察开心。然后转大，很转大了。今天真的非常丰盛。对啊，给大家看。可是天气真的，就是你觉得一定要吃火锅，好冷。非常的冷，加油啊！姐姐看起来是找东西比较快。阿优是因为他的人物比较细一点，还在努力中。装了一下子，要先来吃火锅。你的警察是？阿优，你在做什么啦？准备讲。他的警察是嘻哈路线。你的警察怎么飞到上面去了啦？嘻哈路线有。Yeah。 阿姐。骑摩托车。哎，这台是阿优的啊。阿姐这台比较帅，这台是刚才阿姐装的。阿姐最上这台有点像特斯拉。特斯拉。对，它是 pickup。然后。姐姐剩几包啊？姐姐，你的两包装完了，你只剩这边而已。姐姐，姐姐这一组快装完了，还有这一组感觉还要一下子。可是我们打算先来吃一下火锅。阿优装好第三包了，这是一个洗车场。我刚才陪他一起装，我觉得很酷。不是啦，阿优，你这样倒退路，我们你等一下要洗我们的大牌。对，你等一下要洗我们的大牌。这个洗车场，因为我刚才陪他一起装，我觉得他蛮多洗。要洗要500块哦，太贵了吧？要付钱。只要洗车就要500块，不用打蜡。他这边还有灯，他有自动打蜡，不过看不出来。有灯，然后侧面啊，侧面还有是透明的，有没有啊？里面还有个刷子，啊，你可以从这边有一个柜台付钱，然后这边有红绿灯，啊，车子这样开过去，哎，这个还蛮酷的，它这个，哎，你看它这个就是帮你接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有啦。啊，接上去以后，你家就多了一个那个，多一个那个洗车场。它要怎么出去？对啊。看怎么说啊？你再接啊，这边还可以接啊。你还有别的那个啊？然后铁拿的他已经装完了，所以他装完给我一下。他装好在这。他你看他这个他是可以这样子的。那个是什么？跷跷板，然后你就可以。他这个人然后滑板可以这样。他那组是公园啊。那我来给我。有点像是跑酷的，而且你看这个人是坐轮椅耶。哦，然后他就是让他设定他是可以这样子。哎，阿优那个滑下来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个你看。它也是那个，哎，结的叶子掉了吗？它这个你看哦，骑这个单车的还倒立耶，这还蛮好玩的。那这个这是结设计的，它原本不是放那个。这个结在哪？它也是设计让它飞起来。
哦，那可以可以打开那个新的包装，我想再借一个，然后把它放上去。我们先把这个装好了。对啊，妈咪在装同一组的第四包，哎，第三本，然后接着我们还有装第四本跟第四本跟第五本。好酷哦！刚才吃火锅吃到一半还没吃完，就通通跑来装乐高了，已经把两组都已经装好了啊，又还想要再打开一组，他想要把那个地板再接更大一点。对，这组是比较大组的啦，这组是我们刚才装的60292，其他非常的多，欸，多东西耶，我们刚才有帮忙装了一下啊。提恩娜装的这一组啊是290啊，两个其他现在就是要中间要连接，这样子刚好就可以越接越大。你可以再接地板，再把它接起来，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大的城市。可它的城市其实我觉得它做的还蛮不错，蛮细致的，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都有做出来。哎，欸，这个很酷哎，欸，这个一楼是披萨店，二楼这个是什么店啊？它是卖那个啊，没有吗？西洋剑。没有这个吗？没有，不是会带一个西洋剑？会不会有这个？有没有这个啊？哪一个？这个。你要找一下看那一包里面有没有。对啊，那包里面应该有。西洋剑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人换成去打西洋剑，然后这个换剑，他就可以戴这个帽子。哦。它可以换，它东西都活动的，欸，就是你这个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拿。你看，有超多件。哦，对。然后我刚才有装那个跟阿友一起装这一个，这是洗车场，这洗车场其实也很酷，它可以这样子把车开过去。你开，我开给你。我们刚好试哎，这个洗车的每一台，哎，又怎么洗？又是从这边吗？还是从另外边？从这边。那你这个要先放着，对不对？这样其实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它还有水。它有算高度啦，刚刚好。你要放在那上面吧，我记得。它上面这个是水啊。它装的很多元啊，就是什么都有。你看，像这个是洗车，这个是导盲犬的人，然后还有一个还非常酷啊，还有很多的。又还好，我没相信。这个是洗车的人员。他刚跟我说：“哎，哦，妈，欸，你那个铲披萨在这边，这不是说这是挖垃圾的。”还好没相信。哎，欸，这台其实不是吊车，这台是资源回收车，它可以把这两个啊，把它吊上来。你看，它就是这样，这概念哦，就可以把它放上来，酷。哦，所以它是对，它是吊的，它上面还有一个吊的这个啊。哦，还不错，蛮特别的。很特别。生活。然后这台是皮卡，就是这个人物啊，其实啊，前面还有一个抱一个小小的 baby， 让我们看到。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好啦，怎么样装这个感觉如何？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办法自己装完，有办法自己装完。对，这個，其实不难的，很简单。这个蛮简单，重点是它就是可以有点像玩扮，装完之后可以再玩扮家家酒。对啊，就可以自己演自己的故事。然后它东西蛮现代的，蛮现代的，就是它。你看得到的东西是很符合现代的，里面的人还有在听 iPad 什么的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很特别，你看这么小的小 LEGO。对，它其实做的很细啊，照近一点给它看，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继续吃火锅了。嗯，刚还没有吃完，你在装乐高。啊，今天录到这边了，拜拜。拜拜。